这一次2014年的秋冬礼服呢，我比较特别是因为刚好它是秋冬，所以我想要在室内摄影棚照一个有雪景的感觉，会很紧张，因为时间上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自己要自我控制。最后一个造型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对我来说是最挑战的。这次用水晶灯是因为想拍华丽一点的女神风，然后时间有点紧迫，10套。白沙倒数第三套，倒数第三套，对，所以拍的比较多。这个道具的发想就是其实是从猫咪身上，所以我想要希望是可以让 model 可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型的猫咪，可能在这些线球里面。啊，爬梯子你会怕吗？会，超怕，我有惧高症。设定的我们拍雪景的部分，但是从无到有的背景，我们施工了2个多月，造就了今天这个特殊的场景。特别最大胆的就是我最后的一个集卡，就是把整个 model 埋到雪地里面。那今天也非常非常的顺利完成了拍摄，也长达了差不多11个小时，然后把30套全部都拍完。
那也真的谢谢非常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然后有做出这么好的作品，然后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客人，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2014年秋冬礼服。